们先来看一下，张雨绮写的是，第一个看到的是海涛，第二个看到的是杨紫，第三个是张亮，第四个是自己雨绮，然后第五个是胡夏，第六个是古智星，对吧？对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胡夏的答案是，第一个是涛哥，第二个是杨紫哥，第三个是亮亮和天天，对吧？亮哥和天天。亮哥和天天，然后第四个雨绮啊，这名字怎么？第五个胡天才，胡天才谁啊？我。吴天才 ，OK， 第六是古老师，古智星是吧？你叫古智星，据说你看到了是七个人，对，是吧？对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第七个是谁？是天天啊。他那个，我们看一下。对，第一个是杜海涛，第二是杨紫，第三个是张亮，第四个是天天。嗯，张亮天天在一组啊。在一起啊。第四张牌是张雨绮，然后第五个胡夏，第六个我。好。现在我们第一组的三个人给出的答案都是相同的，也就意味着你们可能是同时答对了这道题，但是呢也可能全军覆没，全部都看错了。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呢？我来给大家公布一下，好吧？好、okay. 正确答案是第一个是杜海涛，到对不对？对。最后一个是古智星，对对吧？对，掐头去尾了。第二个是到杨紫，哎呀，第五个是胡夏，现在只剩第三和第四，有没有颠倒位置呢？两个人都姓张，这男的女的还能看差呀？谁穿裙子谁抱孩子分不清吗？谁抱孩子我还分不清吗？所以说正确的是第三个是张亮，第四个是雨绮。不是，等会儿你太你们这组是不是简单呢、啊、你的言外之意是、啊、我什么都没看见，我的有一点像有点嚣张。好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公布第二组的答案，是吧？嗯，就一直让我摸不清头脑的这是海涛的。嗯，别说，要不你先来说。别说你摸不清，你以为我摸得清吗？这是杨紫的。这怎么会这样呢？这个是亮亮的。好、哦、你们组内部公选一下、啊、谁先公布答案。这样，我觉得这样啊，首先四个是没错的，对不对？什么四个了？那什么就怎么就四个了？怎么就四个了、哎、也就是说你告诉你题板上看到的是四个人头像，对不对？哎，一共六个人，你这顺序怎么可能记不住呢？海涛，你就记住了四个，你这干嘛去了？主要肯定是害怕，不信你看回放，你看回放。哇！哇！哇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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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哪有人呢？我看你把谁丢了，我看谁不重要吧。那这样吧，我们挨个第一个是谁？反正我没在里面。第一个是谁？长辫子的是吧？这第一个雨绮嘛，在这坐。张亮这个头发也不短吧？这亮哥，我不承认那是我，我不承认。错，你承不承认都是你，要不然就是你，要不就天天，你选一个。都不承认，保护不好我孩子的。天机在我手里啊！你不要逼我，我什么事来？我什么事来？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对。啊，然后第三个老骨，你看肌肉还在这呢。那是肌肉啊！我以为想做个这个呢。对，我那个刺儿嘛，我这蝴蝶结实力。第四个蝴蝶结，就是杨总。为什么要给我蝴蝶结呢？他是古装嘛。啊，对吧？蝴蝶结。没事，我胡夏，胡夏不是朋友吗？也没有我啊，咱俩出去玩去了啊。那来吧，没有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我真没看见咱俩。我觉得海涛哥真的好像很认真的对待这个游戏，但是能写出四个人，为他智商有点担忧了。